哇哇哇，怎么样？看来要得了吧？不认得了吧？这个至少年轻几岁？十几岁哦。看有看到很多。现在就进来东大门夜市，找寻有缘人。那我们是不是要分两路？他们往这一条，我们往这一条。这是花莲很有名的一个夜市啊，东大门夜市。我们在找寻适合我们改造的对象。哎呦，露天酒吧，要不要先喝两杯？走进去吗？要了解一下吗？有没有朋友可以帮他把头发搞？我们要进行即刻旧法，但即刻旧法呢，我们是用我们现成的法片来做改造，它不是量身刻制的，但是透过我们的手艺跟钩丝的工艺，一样是可以让它还原它应有的法量。哇，这头发吹得很漂亮哎！真的？真的吗？真的头发？真的呀！可以拉拉看吗？可以啊！哦，这个苍蝇飞进去钻不出来，很漂亮的阿姨。来来来，听说我们另外一组已经找到幸运者了，所以我们现在过去看看，到底他是找到什么样的人物、什么样的角色、什么样的主角。欢迎欢迎欢迎，恭喜你，你今天要赚到几万块钱了，真的。所以从哪边来？台南啊。台南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就上我们的露营车改造咯。Lucky 的我们的游客，这是太太。OK， 那我等一下要帮他进行改造，因为他今天是我们最幸运的幸运者。我们从台北来到花莲，我们再找一位幸运者免费帮他改造，期不期待？很期待的。那我们送他上车一个小时左右，我们来看看他改变如何，好不好？那现在话不多说，就请沈先上车，鼓掌。好，那一个小时之后见哦。到底会改变成什么样子，你们应该也都很好奇，相信改变之后至少让他更年轻，好不好？那就改变完之后我们再来迎接他。很期待，是我们刚刚走过去的时候，我就说我要送他，他就一直不要。我来送他没有关系。感谢你。小时左右的改造，我们的沈先生已经改造完成了。究竟改造的如何呢？我们现在就开奖，欢迎沈先生来。哇哇哇，怎么样？看来不认得了吧？这个至少年轻几岁？十几岁哦。看有看到很多。那佩戴起来感觉怎么样？没什么感觉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看一下，哇，这个头发衔接的非常好，然后看不出来说这个是一个发片，因为它是真假的混合在一起。所以今天这个沈先是我们的幸运得主，这没有塞好的哦，这个是完全非常自然的，我们偶然的相遇，然后呢帮你改造。现在最想做一件事情是什么？谢谢你。改造到现在满意吗？满意，成功吧？好，我们就期待我们下一次，的改造者，我们期待下一次见喽！谢谢你，谢谢，感谢，感谢啊！妈妈有没有什么感想想跟他讲的？有啊，叫他早一点做，他们不要。会不会担心他太帅？我很漂亮啊！对对，有自信最好了。好，谢谢你了，谢谢。